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，来玩我们的 KOF Star， 现在时间是12月16号星期四。好，刚大概玩基地玩了2个小时吧，现在有点累累的，基地真的不太好打。好，那这个道具快到了，你们看到影片应该是用完了，把那个觉醒石给选一选，然后强化水给用一用。这是给了这个圣骑士这个蛮多的啦，觉醒石蛮多，都爆出来了，才6只嘛，拿了一大堆。好，那先来看一下基地吧。基地的话，我上次有用分享我那个地基的打法嘛，那我刚刚打到45层的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好，45层还没有打完，然后血剩一半。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个道具嘛，现在登录好像会送那个复活道具，那个也有时间限制啊。先来看一下那个复活道具怎么用，我不知道啊，它是自己自动用吗？其他吗？找一下，还是消耗这个？有13天，然后这个是基地恢复剂。HP 恢复剂，基地中淘汰的一名格斗家 HP 恢复 100%， 我不会用呵呵，怎么用？因为我之前他给恢复剂的时候我都没用，然后就回收了，因为我连打都不想打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吧，来看一下基地。好，基地那个回血回很少啦，我刚刚有测试一下那个，我就直接讲好了，没什么效果，效果不大。因为你的那个攻击力会被降很多，就算了。我说觉醒石的部分呢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圣骑士的觉醒石嘛？那我们可以换。我刚刚就练了2颗吧，这个虽然我只有练到加7啊，我想说我只是要吃这个效果，因为5%嘛，可是你被他扣了85%，所以其实很少，没什么效果。然后这个正方形的。是觉醒的时候也可以用，哦，觉醒的时候也可以用，就爆气的时候啦，觉醒技能用的时候就可以恢复嘛。那7秒也不过7%嘛，那7%的话，你被他扣85%，哎，也很少啊，搞不好不到1%嘛。所以你装这2颗之后，我的那个伤害就不见了，我的伤害就变很低。我刚试了一下，不好用，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练了，效益很低。然后轮替回血卡我有用，我原本用的是这一套嘛，这套是 FES， 这套比较强啊，这套真的比较强啊齁。然后那个用送了那一套的话就差蛮多，也是回不了什么血，因为开场轮替回个 10% 吧，这套，我看一下 HP 回复 8% 而已啊。你恢复8%也是只有1点多%，因为你被扣85%嘛，所以效益很低。我用了一下，就变成说超难打，那个小兵都快打不死，打到我那个雅典娜一直回血，一直回。可是虽然我可以一直回血，但是回很少，加上如果被那个蜘蛛打到的话，也会受伤。哦，因为那个蜘蛛的话，你极限护甲的话，他还是打到我们还是会受伤。那个蜘蛛极限护甲没用，跟那个 BOSS 一样，我。感觉是这样啊，我每次都被蜘蛛摸到嘛，我就受伤了。那他爆炸的话，我稳死的啊。他只要一爆炸，我就死了。大概在35层之后吧的蜘蛛，只要一碰到你爆炸，你的血就咻就死了。所以1到35是大家都能打到，那35以后就变成要很认真，你要一直躲蜘蛛啊。那我的争议就是以。平衡跟蓝属性为主，好，你看这个蓝属性乘4，蓝属性为主，平衡这个攻击力都有。我这边我都以蓝属性跟平衡为主啊，加减选一个，如果都没有的话，就选一个紫属性或防御吧，因为那个我想用雷欧娜，真的拼不过，看回拼个换个雷欧娜拼一下。所以你看这个已经乘以10了，平衡乘以10。我不知道乘以10是不是200啊？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啊。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好，人家平衡伤害20%，然后乘以10，
你看这个也是蓝属性，防御型就是给雷欧娜，我大概就选这个。HP 的话，我没有选到很好的、欸，就没有选到上次那个可以突然回45%的，30%还40%的。这个要被打，这个要被打才有啊。啊，我都没有选到好的啊，没有选到上次那种打人的话可以回一个30-40%这样子。当然，你那30-40%都已经被扣掉85%了。好，我们知道45的话会有个 boss 嘛，应该是复制灵嘛，女灵吧，虚假复制的漂亮的复制灵，对，漂亮的复制灵。然后40是真灵吧？更正一下，那个漂亮的女灵，漂亮的真灵，也不好打，也不好打，也是打正面。之前我有打过嘛，我刚刚就打，我现在打那个。这关可能是漂亮的复制灵吗？那五十层是那个大小姐啦 ，Mr. Big， 漂亮的 Mr. Big， 这三只都是漂亮系列，五十应该更难打吧？那反正总之我待会打一下，如果死掉的话，就用回复剂恢复一下，反正我有两罐嘛。啊，再打打到五十的话，我就明天再来打，我今天先打到45，改天再来打啦。今天礼拜几？今天礼拜四嘛，还好。那40层以前的奖励就是那样啊，你们来看一下，就是不错啊，就是召唤券拿一下嘛。10层是这个没用啊。20层是召唤券20张嘛，格斗家，这有用啊。啊，这没用嘛。哦，就每个礼拜想办法先达到40层嘛，目标啊。如果没有，就先20层也 OK， 至少要20层吧，拿个20张啊。你可以多抽一点，那你指纹格斗家就会有记忆嘛，有记忆将来要合作邀请函什么都可以用啊。那新入坑的也要打吧，新入坑玩家你那些大混子格斗家还是要抽好啊，不然你修罗道爬不上去，你胶囊就会不太够。好，来吧，这应该是硬仗，准备来吧。来吧，玉石俱焚，跟他们拼了！ Ready, go! 我觉得我这招应该多加个击退吧。让他们永远不要靠近我，尤其是那个蜘蛛。好，这一波还好，下一波会出现很多蜘蛛，还有很多怪，非常危险。那应该是下一波。快来了，快来了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快跑，快跑！那个蜘蛛很讨厌。我这边我不能暴气，因为我要留着。我如果暴气，我就 GG 了。我刚刚就是不小心忘记。这边的话齁，因为他跟他刚这边的话，我可能会死啊，所以我必须要远程打他，尽量远离他吧。出来送死的，对，我是出来送死的。
我要保存战力啊。好，死掉。啊，送死一只过了，没办法，太危险。我们可以试着复活看看，怎么复活不知道哎。平衡，好，有录到，有录到，游戏有录到就好，不然我就打过去了。我觉得是点角色啦，是不是？点角色它可以复活。对啊，你看，点角色它就会复活。这边有一个爱心嘛，那当然我不会真的把它复活啊。好，来打一场吧，来打一场，再来打一场，回个血，回个血。小关卡的话可以回血啊。刚那关真的有点难打，我觉得有点难打。我要找那个我的回血的酒吧雅典娜怎么不见啊？好，反正再来就剩50关嘛，50关我大概也是用这个打法吧，就是远程炮台，不、啊、不行，赶快换另外一只，另外一只来不行，你就带两只嘛，你就不要带这个 AS 玛丽，大概是这样子啦。好，来回个血，回个看。好，这个不好回血。我那个蜘蛛它爆炸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受伤，就算你有极限护甲也一样。所以很难很难。然后我们跑的过程中，你就有可能会没有那个极限护甲，然后我们就会被烧伤。现在烧伤很痛啊。所以你要小心蜘蛛，它这个小怪兽还好。那因为我们这个可以爆气啊，没有 boss， 所以我们就可以远程输出，不要让个蜘蛛靠近我们。蜘蛛靠近我们，它炸会炸伤我们，它死掉也会炸伤我们。哇，被打到了！你有蜘蛛啊，我要躲蜘蛛。好，我要死。我们等一下那个故意死掉好了，然后补血一下，让血就满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应该不错吧？这样补完血又是一条活龙啊！当然是我们要那个。等这只 boss 快死的时候吧，我们故意死掉一下。反正我还有一瓶嘛，你不用的话，到时候它也是回收掉而已啊。哎！突然爆发，把他打死了，怎么办？怎么讲？天哪，没有回血啊，太惨了，没有回血，没有回血，不小心把他打死了，这样我血更少，我可以用吗？不能用啊，可以补血一下吗？不行，要死掉才可以用。
好烂的设计哦！你应该让我们补血一下啊。那我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三只去送死吧。好像三只送死 也算嘛，对不对？好像啦。我死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去死一下。好像这样死掉也算说。我们不要用打手，是不是？我们自杀看看，自杀看看算吗？可能不算吧，是不是算失败啊？来吧，杀了我吧！好，死掉，这样算吗？这样好像只是退出游戏，是不是？算输掉，然后血可能看一下是不是？感觉过关死掉才算吧？吗？哦，好像算哎，哦这样算嘛，这样算淘汰哎。哦，那这样你可以复活他，然后继续用。好，我们来复活一下。复活，我只有两个而已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再用刚刚那个组合啦。这也是一个复活的方法啦。我的玛丽耶，玛丽 ，Hello， 找不到玛丽，玛丽没有啊，退下来了。好，在这里，他才两万多哦。哦，想说找不到，我以为他三万多。哎，复活了，为什么战力只有六万多？哦，怪怪的。我不是复活了吗？哎，我不是复活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好了，哦，好像有点小 bug 哈，感觉上有点小 bug 哎。我们放个平衡吧，这样就平衡对吧？好，那我没有要打了啦，就先玩到这边。这个可以打，可以一直打到50层没有问题啊。只是你会一直被蜘蛛炸遍体鳞伤，然后可能就很不爽，不爽这个游戏。这边打手可以换一下，我打手是用那个98雅典娜。好，在这里。哦，你看，为了复活他好麻烦哦，就直接让我们这些可以把他 HP 给灌满就好了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吧。哦，没有复活的话，真的很难打到50层。你只靠一只的话，除非你有好几只你惯用的啦 ，BS 或 SS， 应该还是可以打上去，只是很花时间，而且效益很低啊，才500个红宝石。那这期就先这样吧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